我选了一个自拍棒，然后上面有一个手机是用来自拍的。我觉得它对现代人来说有很多的意义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自拍，为了想要自拍的角度更好，甚至会有了自拍棒。我们在自拍的时候会用自拍棒找角度，这样瘦一点，这样胖一点，这样远一点，这样近一点，然后会去塑造我想要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。医生就是要有稳重的样子，太瘦反而会像是病人。婚姻生活会让一个男人健康，所以婚后的医生都会比婚前胖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在戏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需要查案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塑造出一个我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子。对，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真实的你，那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遗失了哪一块地方，所以我们有了那个缺憾，我们想要掩盖这个缺憾，我想要粉饰太平，所以我用了这个自拍棒。他有瘦没瘦他都是福尔摩斯，但是我结了婚我就不是华生了。我是王宏源，新知侦探台北见。